韩国，我还是去了韩国啊。啊对啊，我怕中国，对，你不敢去。我现在是澳门、香港都不敢踏上去啊。确实是，反送中之后我没去了，香港都不敢去啊。而且连带的，我心里想说，那我可以进香港吗？你可以，自己都有点害怕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不知道本名，人家不知道你是谁。哦，说的也是，好险。嗯，他们飞机一天到晚来飞啊。对啊，浪费我们的钱。他是敌人啊。是的，今天万一如果小朋友都被他洗脑，就觉得中国好棒棒啊，我喜欢中国的文化啊。对，到时候真的要打坏，我们直接开门投降。没错，他们只要在那边放，哎，你是我的宝贝，我们就回啦。嘿嘿嘿，我是你的宝贝。开门啊，对啊，像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一样，我们就很多吴三桂啊。你们想想看，在前线打仗的士兵，啊、一听到嘿嘿嘿，全部跳起来了，怎么办？就跳起来了，跟他们一起跳起来，嘿嘿嘿，我是你的宝贝，好烦、啊，好可怕呀、啊！来自台湾东北，哎呀，怎么搞啊？这怎么搞、啊？太可怕了吧！你以后如果不表态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用哈佛联合办公室表态就好。啊，我就不能是负责人，我就要变成那个你们签的艺人，就要旗下艺人的概念。我们就可以说什么哈佛工作室全体员工 and 艺人一起祝祖国万岁。啊、对，啊，不是我个人。然后哈哈 baby 就可以迈进中国大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在铺梗啊，对，我在铺梗，哈哈 baby 并购我们，要并购我们，哈哈 baby 绝对可以进攻大陆。哦，对。对拥抱点点啊，加几个五个星星上去、啊，可以没关系。拥抱五星是真的没关系哦，很赞啊，拥抱五星啊，好赞哦，挺好的、啊，可以嘎嘎香的、啊，对啊，赚人民币，嘎嘎好穿、啊，嘎嘎香啊，100%是广州做的，好烦、哦，我觉得百分百广州做好奇怪啊。对吧？百分百我们是广州劳工做的，我们的大妈，广州大妈做的，提倡在地，提倡在地的就业机会。对，哇，你要被表扬，你可能会被表扬哦。可以啊，不要了，没关系啊。对啊，他旗下做艺人，包括洪嘉玲啦，对啊，蔡宗汉啦，龅牙逼、大头佛都是他们旗下。全新北阿勇都有是，新北阿勇有的，毕竟台湾省新北阿勇，对，台湾区，台湾区啊，台湾区，台湾区新北市，新北区。没事，我操你老婆嘞！真的是，你干嘛忍不住？你冷静一点。哎，那你现在已经中间有点偏右了、哦，没有吧？你已经偏过去了，没有吧？我一个理由就是知己知彼嘛，你要知道他在说什么啊。哇，你才知道他怎么骂你什么的、啊，你要回呀、啊欸，有道理耶。对啊，是不是？那你要知道他们流行什么，才会知道他们下一代有多弱智。哎，没有，就中国毕竟他母数。那基数是够大的，对，他们强都很强，还是很强啊！对他们强，他们还是很竞争。那么科业、对不对？你那个表弟也是很竞争的，对啊，他们超夸张、他们那种国中升高中的考试，对，然后在考试的时候，他们什么那个学校附近的车都不能开哦，真的、哦，因为你的车身会影响到考生里面的考生。你看多糟糕的一个国家、啊，真糟糕、啊！对啊，连开个车的自由都没有，对啊，我行动的自由都没有，对啊、太糟糕了，那可悲可悲啊！再次证明我是左派。嘎嘎可悲的，等一下，这集都不能让对岸的小粉红听到。不会，我们这边净土啊，他开始净土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不大家本台立场，下次见。拜拜。